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下载 Adobe Reader。 Adobe Reader 的下载网址可以到这部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我们进到下载网页，取消勾选可选购的供应商目，选择立即安装。到下载项目，开启已经下载的 DNG 档，选择安装程式，选择打开，输入密码，选择下一步。选择完成，这样子 Adobe Reader 就安装完成了，谢谢。